表演。好气啊，上次做的那个绿色被你们说是屎汤子，这次我做个红色的，看你们怎么说。这次好像比较好看。什么比较？这次超好看的，期待你的大作。我的开始叠色咯，还是上次的拉花手法。我今天这个配色真的是绝绝子，我这边刚叠完色，他这边就开始到了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，这不美啊，什么美，慢点倒，慢点倒，对对对对，没颜料了咋搞啊，怎么又来了，你慢慢整颜料，我先到，先破个头，再破一个耳朵。我这是破完三分之二的样子，好像还可以吧，再来看一看他的，这次好看多了。这你的粉色呢？最后一遍泼完了，我看看帅不帅。看完了我的，对面的觉得自己的小熊太平淡，非要加点灵魂进去。你这表情，咱就说不想做 barbecue 来投票，纯纯恋爱脑白玉瓷小熊和两面三刀浮世绘小熊，你们选哪一个？